欧西的玩家，你们好，我是艾比富乐传有限公司的 Jerry。这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产品是我们新产品，叫车轮下壳的散热模组，它是由六根热管所设计而出来的。目前你有看到的是两个风扇，这个风扇我目前看到的是一个是现在你所看到的是它是吹着机体与北桥部分，整个 motherboard 可以做整个散热环境温度可以降低下来。如果不要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旁边这一款的这个角度调下来之后的这一个，它是这样子的话，可以把整个模组的散热的效果加强到一定的效果。这样子两个风扇直接吹击它的散热鳍片，增加它的一个散热效果。所以这次设计是有两个部分，就是这是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一来顾及到环境的温度，二来就是让它的效能可以大大提升，所以大概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设计。很感谢你们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设计。如果有来展览馆的话，在南港展览馆这边的 I1225 的摊位这边来了解一下，我们很高兴你们过来参观，谢谢。